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秀，我们的歌第二季在本周日晚上又要拉开帷幕了。这档综艺节目呢真的是太好看了，尤其是在上个期的节目中 ，B 组的成员们经过盲选配对，四位老前辈和四位新生歌手终于配对成功，最终邓紫棋和李玟、陈小春和盖、常石磊和王源、孙楠和郑云龙成功的组合在了一起。11月1号的晚上，全新组合的他们将要为排位战展开激烈的比拼。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节目的官方微博呢也是就地的把时间组合的名字进行了亮相，快来跟着小编一睹为快吧。首先第一组配对成功的是 Coco 李玟和邓紫棋的战队，名字为李子组合。这个战队的名字呢就比较的简洁明扼要了，是取得两个人的姓名组成的一个战队名字，朗朗上口，好记。不知道在今晚的舞台上，两位天后级的人物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呢？真的是万分期待了。而在上一期当中呢，对陈小春情有独钟的盖终于达成了心愿，两个人的组合的名字呢有点匪夷所思，两个人将战队的名字呢取为精神小伙。从海报上来看呢，两个人倒是挺精神的，这名字呢也比较的有内涵。不知道在今天晚上的比赛当中，两个人是不是要有另类的表现呢？刺激大家的神经，真的是太充满想象了。而王源和常石磊上一期的表现呢，更是让人期待了。在上一期当中呢，王源的《红豆》和常石磊的《橄榄树》两首经典老歌带来的满满全是回忆。这次他们的战队的名字呢取名叫做非常圆满，既有两个人的姓名中的某一个字，又有着对这个舞台充满了期待。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战队当中，两个人是否能够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呢？高山流水逆之音的组合战队呢也是新鲜出炉了，大龙小南，这名字小编觉得是最有意思的一个名字，大的不大小的不小，两个男高音的组合在这场综艺节目当中又将贡献哪些精彩呢？是不是您早已经按捺不住了一颗期盼的心呢？另外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最新一期的我们的歌的节目的歌单，各位可以一起来猜一猜这些歌曲都会是被哪一组翻唱。其实这一期的节目和去年还是有着一些区别的，因为大部分情况之下歌单会提前曝光出来，为了预热呢，节目组一般都会提前很久放消息，甚至还会放一些片段。不过最新一期呢似乎并没有，终于啊在节目即将播出之前，官方晒出了本期节目的歌单。不得不说今晚的歌单呢还真的挺好猜的，友情岁月我没那种命，友情岁月将会被翻唱，我对这首歌曲呢是非常有情怀的，所以看到这首歌曲呢是十分欣喜的。我还记得我之前发文的时候呢，有网友说陈小春真的适合这个节目吗？我想说的是啊，陈小春唱功或许不算顶级，但是他确实有着相当多数量的 hit 单曲，与一档翻唱的综艺节目来说的话，这就足够了。很显然啊，这首《友情岁月》应该是陈小春和盖的一同演唱的，当然也不排除其他歌手演唱了，只不过呢可能性并不高，毕竟这算是一首传唱度很高的作品了。而且呢，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去进行一定的改编的。我比较好奇的是，陈小春和盖的组合将会如何去演绎这样的一首歌曲。除了《友情岁月》以外呢，还有一首歌曲是《我没那种命》，两首歌曲的风格是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的。后面这首歌曲呢，正常演唱的可能性更大，不会去添加一些 rap 进去，毕竟这是首流行抒情歌曲。刀马旦这首歌曲我主观猜测会是邓紫棋和李玟一同演唱，因为这首歌曲呢李玟早前和周杰伦有过一版合唱，本身两位都是唱将的情况之下，副歌部分很有可能就会改编的相当重型了。当然重点就是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这首歌曲呢不会有多少的意外，大概率是常石磊和王源去演唱了，这应该算是常石磊的一首代表作品了。当我看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这首歌曲非常适合王源和常石磊一同去演唱，尤其是副歌部分原版就是有着和声的，那种声音特质和王源的嗓音是非常贴切的，所以我第一遍听的时候呢都以为这是我们的歌的版本。不得不说王源真的选对人了，在这个舞台上呢选择一个对的前辈去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个人嗓音不同嘛，如果歌没选对的话，想要大放异彩是非常难的。期待常石磊王源的我凤凰北吹加 All I Ask of You。郑云龙和孙楠这个组合啊，对于喜欢音乐尤其是喜欢唱功的人来说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同样曝光的歌单呢也很容易猜出来他们要唱什么。为什么说值得期待呢？首先说凤凰北吹吧，同样的传唱度极高的一首歌曲，这是孙楠的歌曲里边少有的难度不高的歌曲，大量的 F4 使得大部分的男嗓都可以演唱这首歌曲。只不过呢和郑云龙搭配的话，再让如今不知道唱功已经进步到什么地步的孙楠选择声调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之所以这么说呢，主要是还有一首 All I Ask of You 这首歌呢我没有听过，也是刚刚才去听的，演唱难度极高呀，本身就是一首合唱曲目，两首歌曲合在一起总不可能说一首歌曲唱一段吧，那未免也太没新意了，所以如果要合在一起肯定是要考虑音调的，这样一个组合演唱的歌曲震撼全场是很正常的事情。期待郑云龙，期待孙楠。当然以上歌曲都是能够猜到谁去演唱的歌曲，敢爱敢做这首歌曲呢我确实猜不到会是哪一组唱。另外还有个原因，按照节目的规则正常情况之下应该是唱7首歌曲的，就比如说谭咏麟、李健只唱了一首歌曲，而其他的
了三组各唱两首，这次为何只有六首歌曲，只有等节目播出才会知道了。与其说我们的歌是一档竞技节目，不如说是一档安静听歌的翻唱节目。邀请的前辈歌手呢，都是有着自己的 hot 单曲的，在选曲上呢，也会尽量的这样去选择，看似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吧。当我们看到歌单的时候，就可以猜到谁会去演唱。其实这已经说明了歌曲是有着影响力的。不知道大家期待哪一组的演唱呢？10月1号晚 ，B 组歌手迎来他们第一次的舞台公演，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精英的舞台秀吧。首先出场的是大龙小南，一点不难。组合郑云龙和孙楠马上就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尖叫声。第二位出场的则是想要重返18岁的小伙子精神小伙组合赵春和盖。第三位出场的是非常圆满，声线的契合度和音乐理念默契度很足的组合常石磊和王源。最后出场的是读了3次才默契说出自己团名的李子组合李文和邓奇。他们对于自己的组合邓奇呢也是做了解释的，他们组合还可以称为李子组合或者是李子组合润肺或者是驱火，其实呢也是在讲他们组合的风格百变多样。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孙楠和郑云龙合唱的歌曲《疯狂北吹》，流行歌曲和音乐剧的融合，以加更加立体的和戏剧的方式呈现了给大众。中英文合作时的这首歌呢也变得高级起来了，呈现出一种音乐剧的舞台效果。两位幸福的奶爸和邵春和盖合作悲伤的歌没那么一种命，却没有让我们跳戏。陈小春歌声一出啊，独特的嗓音马上就让我们想起了古惑仔陈小春。都说最怕 rap 歌手唱情歌，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满满的深情。常石磊和王源合作的《我》，王源说希望观众闭着眼睛感受歌声，因为舞台效果很好。邓紫棋还开玩笑说，睁一只眼睛看舞美，闭一只眼睛感受歌声。我的舞台确实不错，他们两个人的声线也很搭，干净纯粹，尤其是有加入到小朋友的钢琴弹奏，很多现场观众包括在场的歌手们都感动到哭了。李玟和邓紫棋的刀马旦一出场呢，就燃。炸整个舞台，他们以打鼓开始，以李玟的舞蹈、邓紫棋的高音穿插其中，两个人完美演唱，带动了全场气氛。全程其他歌手和观众们都跟着律动起来，嗨翻全场，给人刘同在看演唱会的即视感。最终，他们也获得了首次合作舞台的第一名，实至名归。第二场比赛呢，则是第一轮比赛后新组成的团队，分别是李子、大龙、小南团队和精神小伙非常圆满团队。让我们比较惊喜的是，两位内地的歌手孙楠和郑云龙挑战粤语歌曲《敢爱敢错》，音乐剧《小王子》唱《辣歌》。虽然他们两个人的粤语发音不标准，但是不影响现场。观众跟着嗨唱起来，精神小伙非常圆满，合作的依旧是粤语歌曲《友情岁月》。由陈小春的带领呢，将盖的 rap 给观众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多的是给观众带来了满满的回忆，回到了陈小春的演唱这首歌的岁月吧。所以他们也获得第二轮比赛的胜利，获得了优先选择 A 组团队的权利。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期 A 组和 B 组歌手组合的团队带来的合作舞台。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